回家就在演那个台词。
就从今天开始，让我们一起播下月福希望种子。假以时日，您必能够看到孩子的成长与进步。感恩，谢谢大家，再次谢谢，报告完毕。祝福各位家长身心健康，家庭幸福，每一位孩子都有进步，谢谢。从此以后